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谢谢各位同学，大家早。那我们今天先复习一下上礼拜的部分。好，那上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德跟成就哈。那因为这在后来的唯识呢是产生一个种子，所以德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德，成就的话就已经相续，不管这个时间的长短，你开始的那个刹那叫做德，再来呢后面叫成就，就是因为呢你已经拥有这个相续的拥有了。好，那不管你的时间有多长，它就叫做成就了。所以德跟成就两个呢，你要先了解它的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它的义理是怎么样。那我们后面呢看到的是眼界呢是代表我们的眼根。好，不过强调的是它是眼镜色，就是我们的眼根呢，它本身的那个神经系统，视觉神经系统，它可以帮助你去看东西。然后呢，透过呢色尘呢，就是色境呢，因为有这个色境，如果我今天放电影，我电影没有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产生呢眼视的看到这个电影片的功能。所以呢，它这边呢就会在跟近视呢合的时候呢，它的作用。有没有后面呢他讨论的同分跟比同分呢，就是在这个部分。所以刚开始我们今天的上礼拜那个诵句里面呢，他讨论到的是，好，这个是给同学的讲义哈。那讨论到的是呢，你这个眼的眼根有，但是呢眼视又是不是有产生出来。如果你有眼根，好，然后呢这个眼视呢它有没有同时呢具有，所以他就用四句句呢去讨论，先有眼根然后没有眼视，然后第二句是有眼视没有眼根，第三句是同时眼根眼视都有，最后呢是两个都没有。好，那我们要讨论这个诵句的时候，这个诵句应该是在我们延培法师这边算是眼视与眼世界独具得非等，好，它算是已经是我们的这个戒品比较后面了哈，所以现在在这个体的部分呢，法的体呢，介绍的是戒品嘛哈，那它会介绍的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难一点哈，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初禅、二禅、三禅，可是。就是透过呢论里面啊这些论师他们的境界来做一些呢归纳成四句。好，在147第六页了哈，我们第六页有一个眼以眼世界独具得非等。好，它是诵句的147 148。那因为呢这一个诵句里面它有得，好，然后这个德呢，它是单独德还是同时德还是呢没有德，所以独是呢其中只有一个德，是眼界得到眼世界没得到，还是呢眼界没有得到眼世界得到，所以独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四句在讨论的时候，其中一个德的时候叫独，具德的时候是眼界跟眼世界同时得叫具德。好，或者呢是眼世界跟眼界呢都没有得叫非，然后等字代表说，当我讨论到得以后呢，还有一个得的后面还有一个成就，因为我得了以后呢，我会相续的一直拥有的时候叫成就了。好，那因为呢心不相应行法呢，它比较抽象，这个我上礼拜的有印给同发给同学的讲义哈，就是说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以去理解，好，所以尽量我讲解的时候你就尽量听，然后多了解哈，重要是同学自己回家也要复习一下，这样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光堂上听呢还是
没有马上那么快就吸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就像你吃的食物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个把它消化掉嘛。好，那因为呢这一块呢心不相应型里面有德跟非德的部分。好，那德本身呢它就有刚开始叫获得，再来呢叫做成就。好，那两个名相的这个意思呢不太一样，要稍微清楚。所以呢心不相应型呢它因为是在呢色法跟心法的中间这一块比较抽象，所以它非色法非心法是比较呢抽象的部分。好，那所以呢但是它离不开这个因缘生灭法里面，还是在有为法里头。好，那但是有部的论师认为呢这些呢是支配我们不同现象的一些法则，只要是生灭的东西呢都是呢代表呢有为法，那也是呢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你会看到生生灭灭啊，只要这一些是支配我们的法则呢它就叫做实法。好，他认为这个呢所谓法则它就是一个实法了。 好，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呢认为是一个法。那法的部分是要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掌握这个宇宙不变的真理，然后呢去修行。好，我们要呢跟着不违背法去修行，你才会跟实相相应。好，你就不会产生烦恼了。所以这个法呢是很重要的哈。那这个法的部分呢我要先给同学一个观念，就是从众生的观点来看呢，宇宙万有的显现都有它一定的规范，这个规范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法，那这个规范呢又称为法，所以呢宇宙万有显现的规范就是宇宙的万法。那法能够让人认识了解。好，那我们的认识是跟凡夫跟一般人所认识的不一样，我们要认识的真正的法是什么。所以世间所讲的标准规范法则性质定理定义道理，这些呢也都属于法，因为我们的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所以法的范围不是光出世间法，那在世间法呢它也有它的这个标准跟规范，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违法的，就是它不合乎呢这个我们的规范的时候呢就是违法的动作。例如呢一把标准的尺各地的人都认识，好，这个是十公分，这是五公分，这一把尺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对这个长度有一个丈量的标准。那佛法一样，那众生所认定的法呢都保持在它的性质，不会随时改变，所以我们的刻度呢是一公尺，就是一百公分，这个是既定的标准，我们就不会随便去改变了。那佛经所讲的法，我们现在是世间法我们都很了解了哈，我们当然讲的要跟呢一般不一样的，宇宙万法它都没有独立不变的性质，这个法呢你要了解它呢是呢在因缘法的下面的法则。好，所以呢这个法是不变的吗？不是，它会呢随因缘心事而变现，所以呢法离不开呢你的自心里面的自相里面，我们的自相分的是哪三块？如果是五味七数法，以俱舍论来讲，心、心法、心所，你的心呢一展现的时候，你这个心所就会展开了。然后当然你会透过设法而去呢跟你的心之间的互动产生出来的这个心所，所以呢法离不开我们的志向，但是了解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永远不变呢？不会，对不对？所以呢法是没有独立不变的性质哦，它会随我们的心事去展现，这就是唯识这一块很重要，也就是佛法讲的心地法门。好，那我们的就是你可以呢在你的心产生很大的力量，那当然要看你自己呢在修行这一块你对信心的建立有多厚的基础，你的基础越稳定，你的信心越坚定，你越不会动摇。好，你越会呢对佛法有一股呢很强的这个想要去了解，然后
修行的这个动力。好，那所以一切法呢都没有不变的性质，所以这先要了解法。好，法是我们的志向。那心不相应行法呢，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心法。好，但行运所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在这样的支配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在缘起的这个大法则上产生呢不同的现象的小法则。所以说一切我不会认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各种事物的生灭它都有它支配的法则，这些法则它就是一个实法了。好，那会归纳这些法则呢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心不相应行。那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德，这个也是心不相应行里面的一块。好，所以你想说在修行我得到见到位了，那很抽象吧，拿不出来，但是确实在你心里跟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解释呢不相应行里面比较呢困难的一点，除非你自己体验到这个法，要不然你就会对呢它呢产生怀疑。所以只要有怀疑，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法的建立就不够稳定了。好，那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那立这些法的目的就是仍然呢帮助我们修行断烦恼，最重要是这一块。虽然呢它是一个概念的，有一些哲理。好，那我们这14个不相应行呢都是比较难去了解的部分，所以呢也是俱舍论里面的比较难以去呢讲解的。所以我尽量讲，同学要尽量呢多用心了去了解它。好，不要因为呢这部分今天跟现在复习跟今天要讲的法同分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好，但是这个论的内容里面就是有难有易啦，都是有的。好，那在这里讲到是说这个呢分位的假立的法呢就是色跟心特殊功能作用而假设的名称。好，那就成为俱舍学里面呢它的五位七俗法里面的一部分，叫不相应行。但是他认为是有实体的，他就把它分成七俗法，就是有它的这个法的实体存在了。好，那德呢上礼拜呢有稍微给同学一个概念，就是说德是属于有情法的这个色跟心里面呢，当你呢得到的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也是德。但是因为我们世间法就是你赚了一笔钱，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就要获得，再来呢存在你的银行里面的这个账号里面呢，它就要成就了，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有情的这个善恶业呢它也是一种德，但是你今天种了一个善因，他得到的善业看得到吗？也看不到，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还是一个德哦，他也是在德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今天呢听了一堂法的课程，从这个法的课程里面你获得了不同的一些内涵概念，那会产生智慧，这个也是一个德。还有无表业，好，无表业就是我们的善恶业。那当呢你成就了这个善业的时候呢，这个善业就一直跟着你了，那这个就是成就了，能够让这个所成的法呢一直呢系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它就跟着你了。所以这一生不管你的家庭事业金钱所有的一切呢都不一定能跟你，但是只有刚刚讲的这个善业恶业会跟着你。好，这就是他这里的德呢不是要讲有形的现象界的东西，而是呢我们佛法所讲到的你得了见到位，你得了事果，他讲的是修行这一块的部分。好，那这里呢我们这个生住意念的位呢可能就等于后面呢有看到的时候再讲。不过呢因为在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法句德，在一一事业请翻圆辉法师的这个颂书里面，一一事业的前面算过来呢第八行下面
好，这个眼根呢，就是我现在有这个眼镜色的眼根哈。因为上礼拜有一个师兄问的是说，这个眼根呢，他讲的不是呢，只是我们的这个外面这个眼根，而是呢神经系统的，好眼镜色的眼根，是圣意根啊，好。不是浮尘根，所以这边呢是一熟无忌，是说你这个神经系统它的视觉神经是很好的时候，你可能呢眼睛呢都不需要戴眼镜，它是一熟无忌，就是一熟果呢是已经是成为果报了，无忌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再去改变了，就当人。那所以呢无忌本身呢它不是呢善果恶果，而只能讲说可乐跟不可乐，可以感觉呢快乐或不快乐。那当你这一生的无忌的果呢，它是一熟果是呢贫穷的时候，虽然它是不可乐，但是对这个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只能接受，但是他可以透过因为贫穷让他激发他呢更加的向上。所以贫穷本身没有所谓善跟恶，而是叫做无忌的一熟果报体，它只是一个果报，它没有善跟恶，只有可乐跟不可乐。那为法具德，好，那这个法具德呢，它约渐渐德，就是眼根呢慢慢长出来，所以德眼，他认为慢慢长出来是一个呢刚开始德。法具德呢，这里就是说他在呢，因为你看到他是无忌，无忌就非善非恶嘛，刚刚讲到。贫穷来，这一生投身到贫穷人家，他本身呢没有所谓善跟恶，好，因为呢贫穷可能更激发了他向上的心，所以只能说是你喜欢不喜欢的果报叫可乐不可乐啊。那这个无忌，因为他就不是善跟恶，所以呢他就力量不是很强。那以时间先后来讲了。好，现在请同学先看一下投影。我们这个叫法具德，法具德它的力量就比较不是那么强，但是法前德呢，跟法后德，它就不是无忌，它的力量会因为时间前后而呢产生了比较强。能得之德呢，比所得的法先起来。能得就是呢有一个能得的动力，就是牛呢去引。前德哈，就是有一个牛呢去在前引导牛王，那牛的队伍很长嘛，有一只牛王在前面引导，那代表呢他会引导这个法先起来，就像这个母牛站在前面引导他的这些小牛往前走。好，那像呢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天空先有曙光，然后慢慢的太阳就出现了，所以他这边呢用法具德是说，这个法具德的德呢，它会呢，在法的前面，或是后面，或是呢，同时，好，那同时是怎么样的状况？是无忌的时候呢，它就是力量没有那么强，因为这个法呢还没得以前，它就先有法在引导了，就比较强。好，那像我们去受戒的时候，你去参加这个受戒。那因为你去参加受戒了，这也叫法前德，这个呢很强大的善心的力量，让你后来呢就得到戒体。那这个戒体会一直呢，因为你有守戒，它就会相似相续，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当然它也是以后你的未来的善业。好，所以它叫法前德，是因为有善恶的力量在做引导。那法后德呢，就是能得比所得呢比较晚出现的。刚刚那个能得是因为你有去参加这个受戒，所以戒体有。好，这是法前德。这个法呢是在呢，这个德呢是在呢前面就已经有力量了。那这个德呢是在后面才产生力量的，就是这个小牛跟着在后面，但是呢可能母牛呢没有在前面带了，这个小牛还是继续往前走，所以能得之德比所得之法呢后起，但是它还一直呢相似相续，一直拥有，就像太阳已经没有的时候，余光还是在呢天空照耀。好，
那像我们下面呢，就是这个呢，我们之前看过呢，当你呢见到的时候，你自然就守戒了，你不会对于戒律有所排斥，是因为呢，你已经达到道共戒了。好，因为你见到了，所以呢，你已经有无漏的智慧，达到道共戒。那这个道共戒是在见到以后才得到，可是这道共戒会一直持续拥有，这叫法后德，这也是要很强的善的力量。所以法前法后都是善跟恶要很强才会有，因为它这个德都是一种相续的力量，一直拥有。那我们在呢见到以前呢是没有，但要见到以后，它这个前面的本来我们要得到戒的这个能德呢，却在呢见到以后呢产生出来，叫道共戒。那道共戒呢，只要你我们上次介绍说，你无始劫来一次见到就一直拥有了，就像千年暗示，好一灯照亮。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道共戒好应该就会一直呢持续都拥有。那法具德是我们今天课本上所讲的，它叫如影随形。同时就是你去受戒的时候，你有欢喜心、清净心、忏悔心，然后呢同时你的心也发出来了，你也去参加这个典礼的时候呢，当下就法具德了。好，它是能得所得同时都有，叫如影随形。好，这样子。好，所以因为呢这里是易熟的五计，所以它是呢不像法前德法后德之间呢有前后的这个强的力量，因为它同时当下得到，因为它是无计的，然后它这边呢力量不大的关系，所以它慢慢得叫得眼。好，是先给同学概念，是因为后面呢还是会再讨论到这个部分。那再看一下我们上礼拜的这个诵句，好，上礼拜这个诵句，好，那观念里面就是先了解德跟成就呢是不一样，德是最刚开始的，好，然后呢，成就是第二刹那以后的保持不思的时候，好，那第一句呢叫做呢读嘛，哈，读就是说其中一个得眼净色。然后不得掩饰，那些有情的生命体呢，这个眼根呢已经生长，但是掩饰还没升起。好，那这个时候虽然呢你的事在入胎已经成就，因为我们在呢中阴中有位的时候事其实已经进来了，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是得眼根哦，得眼根要出得，但事呢已经成就叫成就，事就不叫这个得了，所以你要了解它的这个名称的定义啊，才不会搞混。因为呢，这个事呢，在这个时候叫做成就，不叫得，因为事在入胎的时候已经有了，叫成就。然后我们的这个胎生呢，是在母胎里面慢慢呢，你的名色是心灵跟精神这两块的时候呢，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这个眼镜色才慢慢长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的眼根叫做呢得，因为这时候才得。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红字呢，就是重点在于呢，在这个母胎里面你的外镜还没有，你因为你要生出来你才看得到外面的镜嘛，你的眼根跟镜没有合的条件，所以你的眼视那个时候是不会升起，虽然一开始就入胎那叫成就。好，那这个时候呢眼根呢在母胎里面是有德的这个状态，是欲界里面。好，那我们先请同学翻开呢眼培法师这里，他有一个地方呢，要请你们稍微呢调整一下哈。在它的位置是在199页哈，前面198呢大概就是我刚刚复习的部分。好，那因为呢其实俱舍论的观念是来自于大毗婆沙论，在198页的时候呢，你看到198页16第8行
啊，大婆沙说，先无细数而有细数明德，本来没有，现在有叫德，先有细数而有细数，本来就有了，还继续持续保持有，好，不管时间长了叫成就，这是大毗婆沙论，也是对德跟成就做这样的定义。好，那接着呢，在我们198页的倒数第三行，他写眼根与眼视相望相比有四句的分别，然后读呢是指前两句的单独单句，单句就是说有眼根没有眼视，或有眼视没有眼根，所以得眼根不得眼视，所以在有情的生命体上，眼根已经慢慢获得生长，但是眼视在眼根呢继续生长的期当中还没有获得，就是还没获得，我们刚刚讲那个时候没有净，所以根跟净没有合合的条件，如于欲界受生的有情啊。好，我们欲界都是胎生嘛，哈，然后胎生的话，化身是马上呢就是生出来了，胎生的话你的眼耳鼻舌身是慢慢长的，以胎生来讲，出入母胎新生命，从明色位向六根位进发，眼根的细胞在胚胎内呢胞胎内呢是渐渐生长，但眼视在呢胞胎内呢是绝不会发生，这也绝不发生，是我们现在呢这里看到这一段红红下面我打红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呢没有净的条件让它呢去产生作用，好，所以胚胎内没有根净和合的条件，你是可以在这边稍微注解一下。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呢在中有位的时候呢，好，另外有一个说法是中有位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时候虽然我的视先入胎了，但是这个时候叫做成就，因为我的视已经进去了，好，那这个时候虽然它有视的作用叫成就，但是呢不能叫得，现在我们讨论这些句子叫得眼根不得眼视嘛，所以呢还是在欲界的时候就有得眼根不得眼视这个情况在。那另外一种状况是呢，无色界的有情生命它呢寿命尽了，它下生到色界的二禅三禅四禅，因为初禅呢比较特别，初禅它是有寻有视，那在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呢，他呢也是得眼根不得眼视，好，因为有寻有视那个视就会作用嘛，那你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是开始进入无寻无视了，这无寻无视的时候呢你的眼视就没有办法作用了，但是呢你还是有眼根，好，只是眼视不作用而已，好，所以呢也是得眼根不得眼视，因为二净律以上有情五事是不会起作用哈，因为五事一定是有寻事才能产生作用的，不过我们的修行还是要透过寻事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是刚开始，你的六根你的六根暂时要收摄，你的六事要暂时稳定下来，好，因为染污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前六识，前六识要先稳定，你才不会呢产生了第七识的执着，第八识呢第七识又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或是有一个非量产生，所以呢修行就在前六识很重要的部分，好，等一下呢课程后面也会提到。那这边呢再讲到是说，详细来讲出净律的有情，它有眼耳身的三识的活动，但是它没有鼻根跟舌根两识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色界的天人他有色身，但是呢他没有鼻跟舌这二识的作用，好，虽然呢这个鼻根跟舌根有，那因为呢他不需要人间的断食，他就没有那个净了，我们刚刚讲根要对境才会产生事，但是它没有境，没有境界的时候呢，它有根这个事还是不会产生的，好，然后但是呢出境律还有眼耳身这三个事的作用，到了二禅以上的时候呢，这边呢就会比较细了哈，鼻舌二事的作用没有，还有它的眼耳身这三事的活动也没有了，
好，那就是因为呢五趣杂居地是欲界，然后呢离身喜乐，好，离开了欲界，然后喜欢这个禅悦呢，在二禅以上的时候呢，除了禅悦为始以外呢，他们的眼耳身呢，这个三个识的活动也没有了。好，所以八识规矩颂里面讲，眼耳身三个呢，二谛居，二谛是初禅跟欲界才有眼识、耳识、身识的作用。这二谛是指初禅跟这个欲界，好，这两个还有眼识、耳识、身识的作用。那再来呢？第二句哈，第二句呢？第二句我们是得眼识不得眼根，二呢得眼识不得眼根，好。所以呢，有情的生命体眼识作用已经升起了，好，但是呢，他的眼根还没有获得。像了无色界的有情呢，他下生到色界，色界有色法嘛，所以他一定有眼根。但是因为呢，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他的二禅、三禅、四禅是没有眼识的，这时候呢，他的眼识是没有的时候，当我要看东西的时候，我要去借。欲界的或是初禅的事，那所谓界的意思说，你本来心是很微细，你现在把它转出，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得眼识不得眼根，好，或者呢欲界的友情呢，他呢要呢上升，等于说你修禅定升到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好，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因为在色界还是有眼根嘛，但是呢没有眼识，有时候呢是诸天中的友情要看呢下地或本地的世界，所以要跟初禅天呢借眼识，好，看自己的下地的世界，好，或自己这一地的时候，好，当开始借得眼识呢，见到初二禅天的种种境界，我们只可说他得眼识了，不可说他得眼根，好，因为呢当他升到二禅以上的时候呢，早已成就了这个眼根了，好，那并不是现在才得，这里的才得哈，就是说他升到二禅的时候他就有眼根了，不是现在才得到，他要我们的得是要指刚开始得，所以呢他要去看的时候，才去借的时候叫始得才得，好，而是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才从出境律中借得的时候叫得，好，以上呢两句叫单句，就是我们四句分四句去解析的时候，这是单独只得其中一部分叫读，好，读得眼根或读得眼识这样子。那我想如果你觉得很难了解也没有关系，只要呢大概有这个概念哈，因为知道呢大概在什么样的三界啊九地里面的，大概呢欲界啊色界跟无色界他们，那你要了解哦，我们的欲界不是只有我们，我们的上面还有四天王天还有六欲天，好，那所以呢我们上面的这个六欲天里面的天人呢，他们还是有色声香味触，他们还是有这个五尘的执着，所以他们还是在欲界，他们还是有食欲跟性欲，只有呢色界天的天人，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禅悦为识，所以他们没有鼻舌，他们没有食欲也没有性欲，那你可以从你自己修行的时候，你呢在静坐以后，你下坐以后，你的心呢所展现，好，你不会太执着人间的这些欲望了啊，食欲跟性欲呢都会减少的时候，就代表你在这个禅修上你有提升你的境界，所以呢真正在禅修营呢真正很用功的人呢，他的食量会变很少，他不需要吃很多，因为呢他
只是呢，因为你下座，你还是在人间嘛。我们这个色身还是人间，你不是可能认你的色身已经提升到色界天，因为你不是在定中。那是说你呢，这时候你因为你身体呢没有讲话，也没有太多的能量消耗的时候，你只要维持呢，可以呢，帮助你，这个运作的，这个色身的时候，它的食量呢会变少。好，那就有时候甚至呢，他们。真正呢进入色界天的禅定的人呢，他们那一天呢可以静坐，然后呢就很久呢下坐都不太需要再吃东西了哈。那这只是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好，大概呢你在呢怎么样的层次会有怎么样的转变。第三个呢，眼根跟眼识都有。好，就是无色界有情呢，这一起生命终了，它生于异界跟色界的初禅的时候呢。因为在异界，你当然你生出来的时候呢，你的眼识可能刚开始没有净作用，那你眼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要看东西的时候，眼根眼识都同时有了嘛，就同时有，当下就同时有了。好，然后出净律也是，好，这个第三个哈，第三个在看眼培法师这边200页的时候，他讲到呢。因为呢，在无色界的有情，它前五识跟前五色呢，都色根好都没有，所以呢，而欲界和初禅是有根有识，所以从无色界下生到欲界跟初禅的时候，不论因为你下生到欲界的时候，你就根跟识同时都有，你才能看嘛。好，初禅也是啊，好，这个时候都叫做具德。好，他这里强调的是说从无色界下生。到我们的欲界的时候的刚开始那个刹那叫做具德，因为你要了解它的德是刚开始。好，那非呢就是说没有眼识眼根，也没有得到眼识，那就欲界有情它呢就相反，你当你上升到无色界的时候就无根无识了嘛，那当然两个都没有了。那下面他要讲说，又如我们现在呢正在观色的时候，跟是呢同时取境，也叫本来应该叫具德，但是你现在了解是说，因为我们在观的时候是以前你的眼根在母胎的时候就长出来，你的眼识也本来就有了，是成就了，所以这个时候跟是叫做成就，不叫做德。好，所以当你正在观色的时候，这个根是叫做非德。好，不是德，它叫只是成就而已。好，这样子大概呢我们前面的部分就讨论完了，眼根眼世界独具德非。好，那等字呢是简约的来讲，前面类似这样的四句分析呢里面的成就，好，德眼根成就了眼根，不得不成就眼识，或者成就了眼识不成就眼根。现在讨论的是成就这一块，成就你们要观念上清楚是已经完成的。好，所以呢这个讨论呢它的部分范围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它已经成就了。好，这个上面已经之前看过了。好，这个有寄给同学哈，大概就是整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现在在观色境的时候叫两个具不得，或者由欲界升到无色界的时候也是两个具不得，那得眼跟得识是当无色界往生到欲界跟初禅，这后面这两个就比较容易清楚，那前面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难理解，是因为呢无色界我们没有去过，无色界陌生，到呢二禅三禅四禅上三定的时候，他有得眼根不得眼识。好，不得得是初得的时候，因为他生到色界一定有眼根，但是他不见得有眼识嘛。好，因为他要去解，好，一样
因为欲界的胎卵湿身的关系，我们的眼根是慢慢得，是得眼根。那视呢，是入胎就有，或者是呢，因为呢视呢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呢，在胚胎里面没有颜色的色境，让它呢相合合产生作用。然后呢，第二个得视非得眼是，生到呢二产、三产、四产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视的作用就没有，没有寻视嘛，那个禅定的心所是没有无寻无视的。那你要看东西，你要借下地的初禅的眼视，这时候呢要去借的时候就要开始得视得，叫做得眼视非眼根。那如果我由上三定二禅、三禅、四禅，好，然后呢往生到下地的初禅跟欲界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本来在二三四禅的时候没有视的作用，没有寻视，好，那他呢升到呢下地初禅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要用有视的作用，因为初禅有寻有视，欲界也是，好，所以他就得视非得眼，这个得都是指刚开始的意思。好，那成就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你前面了解，我们就依此类推，成就眼根，不成就眼视。好，当然也讨论的部分都是强调在二三四，因为它比较特别，这时候呢眼视呢它不会升起。好，这时候呢因为它的眼视不会升起，那因为在色界有眼根嘛，所以它刚开始呢生在那里一定会成就眼根，成就眼根就是它一出生就有眼根，一直相续，但是它的眼视没有办法相续，因为呢要用的时候才有，去借才有。好，所以呢得眼根不得眼视。那第二个呢成就眼视，成就意思是已经在时间上有相续一段时间了，好，不没有相续眼根的，是生在我们欲界的时候呢还没有得到眼根啊，就是在母胎的六位啊名色位的时候，六入位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完全长成眼根，这时候呢不成就眼根。那但是呢眼视呢因为在中有位的时候他就进去了，或者呢你有眼视，你已经成就了眼视，这一生呢你的出生你也看得到东西，但有一天呢这个得而复失，就是呢眼根又坏掉了，眼根可能呢没有好好保护，又不小心的伤害的时候呢，他就眼根坏掉的时候不成就眼根，他的眼视还有，好，是这样子情形。然后再来呢眼根跟眼视都成就的哈，在欲界好获得的眼根，好，那他没有失去。然后呢再来呢生于这时候，当然有眼根眼视也可以作用，因为同时我们在出生的时候都两个都持续一直有了，或生于呢这个初禅，好，或生于呢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他呢要借这个初禅，二禅、三禅是要借初禅的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因为在色界天一定有根嘛，这个时候就根跟事都有了。好，初禅也是根跟事都有，然后后面呢那他成就一直持续有，后面是无色界，好，当然他就都一开始都没有，一直持续了。好，生于上三定的时候啊，就是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他有眼根没有眼视，然后成就眼视没有眼根，生于欲界没有得到眼根，或者得到眼根了以后又失去了。好，那因为我们一入胎中阴位就有事了，成就事没有成就眼根。好，那再来成就眼事也成就眼根的，好，就生于这个欲界得到呢眼，但是他没有失去，好，所以有眼根，然后事也这个时候也进去了作用，或者在初禅有根有事都有，然后呢上三定跟下地界眼事，这时候刚好在看的时候，当下眼跟眼视都有，好，两个都不得，就是呢，生于无色界，
对不起哈，这边可能有一个字，这边请你自己调整。这里的不得是成就意思哈，眼根跟眼是成就是句句，这一个最后这个是二句不成就，这里可能调整为成就比较好一点哈。好。那接着我们今天的部分哈，要进入今天的部分的时候呢，我要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哈。这个诵句就比较容易了解，内十二眼，色等六为外。好，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以我们之前看的这一张表来讲的话，好。内十二眼等，色等六为外。内十二是哪十二呢？外呢是六个。好，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色蕴里面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哈。然后呢，它会产生的这个四的作用，四的作用也是十二。内十二里面的六个，因为呢，外境是色，好，眼处眼根会对色境嘛，好，耳根会对身境，然后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呢，法处呢，这个地方呢是外的部分，好，色等六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好，那内十二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呢，这边好，这个线应该是牵完了有。这边呢，这个意呢部分呢，它牵了一条线，是跟整个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还有意世界。那意处就是意根，是我们六识呢落泄过去的部分。它跟意处跟这个六世界就变成七心界了。好。那所以呢，我们的内十二呢，就是七心界再加前五个净色根，眼耳鼻舌身，好，就十二个。那我们在这边圆慧法师讲说，内有十二六根，对六识，六根呢就是我们的这边前面这里，然后六识就在这个位置。好，然后呢，此十二界是心所依的。好，因为你要看到这个意处呢，牵一条四蕴，四蕴又是心法，也就是我们的心王。好，那你的眼耳鼻舌身呢，净色根之所以会有作用，是因为呢，你跟净合以后，你的识也要进来哦。你的意识不进来，你的眼识是不会产生作用的。等一下下面的这个同分呢，它就有会提到。好，那所以呢？是心所依，心呢是呢，有一个意根，然后呢，会产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然后呢，因为呢，这个识要作用，还要透过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好，所以它是我们的心所依，好，你心会作用是在这个地方，那所依的是比较清，啊，清净，所以叫做内。那色等六境为心所缘，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这是外在所缘的，所缘呢比较远疏远，所以叫做外。好，所以这个内跟外呢，它的分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在这里看到呢，法尘呢是一个比较重要这一块，法尘里面呢画了一条色蕴是无表色。心所法有受蕴、想蕴、行蕴，还有呢不相应行。今天呢一开始上课复习的德跟非德就在这个行蕴呢，又更抽象了。好，那所以呢法尘这个部分呢，它是我们的意根所缘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有无表示，还有无为法修行可以从有为超越到无为，所以这个法尘这一块呢，等一下下一个诵句里面的法同分哈，里面讲的法就是讲这一块。好，
那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分心物二元，就是物质跟精神，所以佛教五蕴也包括的这两块，好，宇宙万有都没有遗漏。那摄蕴分析出来的，我们刚刚看到五根五境，五境是这样外，五根是内，好。但是受想行这三蕴就很特别哈。如果你刚刚看到这一张表里面，你看受蕴、想蕴、行蕴呢，它都归于法处这一块。好，因为受蕴、想蕴、行蕴是我们心里发生的这个次序。佛教讲心的发生的次序，第一个你先有感受，然后你现在呢感受有以后，你会呢想。想心所呢，就是开始呢去发动你的这个念头。好，你的想心所它会胡思乱想，对，会想一件事情。假设你看到一朵花以后，你就怀念到哦，以前这个某某人很喜欢这个花，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往生了，所以呢，我现在要去很多人去扫墓，然后我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要买这个花去他的坟前呢供。好，所以你就会开始去联想，然后就想到这个以前的跟他的种种，啊，但是你这个想心所，它其实是真的吗？已经叫做概念法里面的更远的时间，因为呢，这个人可能已经投身到他界去了，不知道哪一道了，然后你的想心所就在这里呢胡思乱想，就想了很多。但是你要了解佛法讲究的是，你要修行的时候要修的是真实法。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自相这一块，心、心所跟色。好，就是说你当下你这个眼根去促进，然后你的心就去启动，开始有一些心所，这些想联想的是想到它好的、不好的，然后这个自相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实法。如果你懂得修行，这个自相这一块呢，它就不会变成胡思乱想了，它是当下安住在当下这个作用里面。好，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你在这边呢想来想去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叫概念法。为什么？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你所想的事情已经是过去了，那是真实法吗？不是。所以呢佛法要修行的是真实法这一块，好，不是呢概念法。如果呢你在概念法的话太多，当然我们借由今天的佛法介绍也是概念法，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方便法，透过概念法给你一些观念，然后你知道怎么修行，只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志向，实际去修行才是真实法。这是你的志向的时候，你的心跟心所都有作用了。好，但是你的心跟心所要作用的时候是透过什么？耳根你听到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触了这个境，深层你听到了，你的志向呢才会启动。所以设法、心法、心所法还是真实法。为什么？这是志向，是因为你要透过眼耳鼻舌身去听到概念法，你才会产生作用。所以呢志向的部分为什么是设法也含括在里头，是因为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感受呢，受心所呢，它会从环境起来，有顺境有逆境。那我们会碰到呢顺境的时候是乐受，苦的时候叫苦受。那碰到呢不苦不乐的时候就要做呢就是舍受了。那我们从小孩子到成人，我们心理上累积的感觉就不出这三受。好，那我们看到呢法尘的部分呢，就是受心所、想心所，最严重的是在想心所这一块，你就会开始从受心所去联想。因为你看到这一朵花你有感受，你就开始去联想，那所有的联想了，一些人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想象力很丰富哈，就看我们看一部电影，他想了很多的剧情，这个都在想心所去运作。但是想心所还是概念法，还是不是真实法？那我们修行要落实在真实法里面。好，心里面呢，他就累积很多，所以他就对镜想象很多的事情，叫想运。然后想象不已以后，好。不宜就是说一直一直在里面联想，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有动机去做善做恶，你的动机就出来，这个行运就有了。
好，那我们刚刚在这一张图就看到受蕴、想蕴、行蕴都在法尘这一块，所以修行了从六根门头下手以后呢，是落懈过去以后成为一根，所以呢你落懈过去，你在前六施什么作用，一根它就会产生什么作用，然后这个一根圆的就是法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受心所、想心所、行蕴这一块。好，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心啊，好，它是一个发动的机器，是在我们的刚开始我们会从脑波里面运作，然后呢这时候呢还有一些呢运作呢会慢慢的启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进入了比较深层的我们的想心所跟行运，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最源头的是在我们的四运嘛。好，那四运呢它的部分呢就含括有一根了。好，如果你看懂那一张表示七心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呢落懈过去以后就成为一根了，一根是他们的源头，那就是我们大圣的莫那识第七识。那我们眼球呢好像一个凸镜，这里呢是介绍一下给同学概念，是我们的能见的这个色法的叫做呢净色根。好，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呢，这边你看到的这一张表里面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都是在讲净色根的部分哈。所以如果没有净色根的时候，这个影像进来的时候，你会因为净色根促进，然后重点还有你的视啊，这个视运也要进来，要不然你会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所以下一个讨论是同分不同分，是在于这个视，若视没有作用，这个同分是不会产生的。好，那是外物的影像进来了。好，这个根呢是我们的净色根，那根对镜相对的时候，你才会合产生作用，有眼视。所以当你在母胎的时候，它没有镜，根没有镜合的作用，这个眼视不会发生。好，如果你很专心上课啦，旁边的声音就会听不到嘛。好，然后如果你专心在听某一个东西，那你就会听不到上课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六识，现在强调的是六识它的作用很广大，不论有形无形的一切。刚刚这个想心的想心所，就是我们的这个识呢也跟着它配合去作用以后呢，它开始呢就会去呢想过去、现在、未来有形无形的。那它这个呢事事物物呢都含括在，所以呢意识是缘起法尘嘛。好，法尘的范围就很广大了。那这个对象火经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法，叫做法，法尘的法就是来自于呢我们的六识是缘起。好，这个我们这个意处呢它是缘起法尘。好，这个法的部分，因为它的作用呢，除了产生事的作用，它可以呢有为无为，这个法处就有为无为都有哦，对不对？它是有为无为都有了法尘。好，我先讲到这里好了，先休息一下。然后一根跟法尘呢，就是刚好一根圆法尘嘛，它就会产生意识作用，所以呢我们的妄心完全是这个意识的作用。好，刚刚讲的说一根圆法尘，然后你这个一根呢在圆法尘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法尘，刚刚有看过这一张表的话，你看到有受蕴、想蕴、行蕴，所以你的想蕴呢它是特别会动妄念的，动得很厉害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的意根去缘起法尘的时候呢，你的意识就开始会联想很多事情。好，那我们的妄念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呢凡夫无一刻不是妄心用事，所以只认意识做心体。那没有学习佛法就认为这个就是我啦，对不对？
他所有念头他都觉得是真实的，他在那边想了老半天，但是你所想的都跟当下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而且他也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那所有你联想跟他发生的事情也都已经是不存在了，对，虚幻的。那连这个佛法的真实法我们都要打掉，它都是妄的，更何况是这个已经不存在。所以佛家呢在当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啦，好，你的六根对六尘暂时休息，所以这一块呢为什么也是呢重要的基础功。如果你今天闻思修闻所成慧是你现在来听，那思所成慧是你听了以后你是不是回家用心再思考再去复习。好，然后呢修所成慧要在哪里？在禅定。如果你有禅定的功夫，你的修所成慧才会出来。所以闻思修这三个是离不开的。如果你今天每一次只是听一听，然后呢回家以后这个书本也就没有从来没有打开过，然后等下一周再来上课的时候再打开来，那这个效果都是有限的啊，因为你只有停留在闻慧。那闻慧因为你没有产生消化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思慧没有出来啊，思所成慧没有出来的时候，那更不可能到修所成慧嘛，因为要靠禅定再加上你的思维，你的思维修是在禅定当中产生出来的。好，那这个因为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佛法会强调很多的观照，就是因为呢你有思维修以后你会如理作意。对，今天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志向心跟心所产生作用对摄法，这时候你的真实法已经在心里启动的时候呢，当下你的心是有什么样的心所，大烦恼地法小烦恼地法都起来了，你有看到吗？你若有看到你才有机会去改变它。那你看到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如理作意，想方法去把它呢让它，刚开始可能只能扶住了，没有办法说一下就把它断掉，那你的方法就要用功的方法就是很重要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的暂时呢让你的六根对六尘呢暂时不起作用的时候，你这个观照力才会起来，好，妄心就不作用。所以修行心地法门也是在六根门头里面，好，尤其我们的意识这一块呢是特别重要。那这种因为我们的第七识是来自于哪里，好，下面会讲，就是我们的意根，六前六识落泄过去就是你的意根啊，意根里面很多是非量的，这些非量是来自于呢前六识给他的东西以外，他还会执着呢八识的见分为自我，就产生非量了。好，那我们的六识，如果你今天见到的时候你的前六识的邪知邪见没有的时候呢，那你的一根里面是不是执着也会放下，执着分别会放下，然后执着分别放下，你的第八识的见分的执取才会破掉，对，那你才有办法了转世成智，然后达到无漏。所以六识呢是很重要的一块。好，六识呢清净的话第七识才会跟着转。好，那因为第七识是从前六识来的嘛，那我们在打破呢第六识窥见内在的一根，凡是有生命的动物没有不执着我见的，当你还没有打破前六识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一根。好，那你要用功很久很久，你去参加，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除非你每天都有静坐，你每天也都很用功，这个第六意识要透见一根呢，这个当然要下很多的功夫。那你看你禅期七天啊，它为什么叫七佛期禅期，就是从你的六识破了以后你才会来到第七识嘛，六识停止作用七识才会看到啊。好，那大圣唯识里面的莫那识就是我们的第七识的一根。所以我们这边这个一段呢，我想应该很多人也看过了，就是你的心是第六意识它在作用，一下想东想西的，就像刚刚你的意识可以飘到很久很久以前，所以呢第六意识是神通广大没有时间空间的阻隔。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方法、有形、有事的一个念头呢，在一个事物上，就是一个所缘目标用功的时候，你的六识呢，它会间断。间断以后，因为你有一个清楚的所缘目标，培养久了以后，它就是一个正念了。好，然后呢，再想一想，这个是第六意识，它会有中断。那因为六识落卸过去，它会成为第七识嘛，所以后面这个呢，七识它就会把这个我的观念呢，无间断的一直持有这个七识。好，从出母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我的概念。好，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呢？用哪一些东西？我需要吃什么东西？所以直到你老死的时候，你永远都潜伏在你的心里不中断。那只有透过刚刚修行佛法的禅定呢，让你的第六意识停止以后，它会有间断。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第六意识，当你修行的时候呢，入禅定，第六意识也会暂行间断，但是第七识它不会间断。好，第七识很久以来都有，那你要破七识就比较难了。好，那因为呢，这个意根呢，它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即事论另外另一个意根叫七心戒了。好，为什么这个受蕴、想蕴、行蕴这三个会这么重要？因为呢，我们的世蕴啊，就是心王，就像一块地，这个田地呢，它呢会呢有种子。那受蕴、想蕴、行蕴呢，这些作用就是给它这个啊落在这个心田上的种子。所以你的受蕴、想蕴、行蕴是很重要的。你今天的感受，你的想蕴出来的时候，你的行蕴是怎么样的一个造作，就会在这个田地上呢产生了不同的作用。那请问现在你在听经闻法，你的受蕴、想蕴、行蕴是不是就在这一个当下在作用？那这一块田地呢，它就会不断的播了熏习佛法的种子。好，这一块田地呢，越肥沃，你的闻思修的基础越好，它才会呢越茁，长出来的这一些树呢就越茁壮。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很重要。为什么戒定慧里面的慧呢会这么重要？因为呢，戒跟定以后呢，你的戒守得越好，你的定呢会修得更好。然后你的定修的更好，你的慧呢会同时成长的更好。因为呢，这个慧呢是就像一个这一块地，好，就是世蕴的这一块地，你不断给它一个好的种子，它就会一直呢长出好的果实。好，那这边讲到呢，就是说，为什么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些事情你还会出现，就是因为心王寒藏里，以前的受蕴、想蕴、行蕴的种子都在这里面。那我们现在修行佛法，就是要改变你的受蕴、想蕴、行蕴，让你的这一块世蕴呢不断的因为原来的浊水产生呢净化，你就给它很多的净水，清净的水，好，它慢慢呢就会净化了。好，所以听经闻法是很重要，然后你才在戒上用功，然后在定上用功，你的慧学会同时在不断的提升。好，那这个下面呢，这些呢就是说，今生所做的善恶业，就是因为呢你现在呢这个种子先含藏在你的心王里面，它不会消失。然后这个事呢最后呢离开我们的躯体脱身的时候，这个事呢又最先入胎，所以这个是生死轮回里面的重要的部分。但是呢又被呢受蕴、想蕴、行蕴所影响，所以佛法的超越生死的部分，就是要从生活里面每一个当下你去转世成智。那转世成智呢，这个事呢就是要有智慧嘛，你没有智慧你怎么知道怎么转？好，那这里听经文法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演培法师这一本，把刚刚那个诵句呢稍微看一下哈。在202页这里，内十二言等，色等六为外哈，
202页的，从前面算过来第七行，内是内界，十八界里面的内界是能源的眼等六识，即世所依的眼。好，我们的视要作用要有眼镜色嘛，眼镜色的根。好，那有能源的眼，好等六识，即世所依的眼等六根。好，就是我们的眼识，然后呢去作用。好，还有根。那因为这十二界，所以呢它变成是我们的六根跟六识这个部分。好，因为这十二界是生命体的根性的缘故。好，如果能源的识没有的时候啊，你光这个净色根也没有办法产生作用。那有人提出这样的责难说，处作为所依止的根为内，然后就是我们的色处、眼处、耳处，哎，我们的眼处、耳处、鼻处，眼处本身就是眼根哈，就依止的根叫内，然后六识身转过去了之后成为意识所依的，也叫做内的话，那六识住在现在位还没有转成意根的时候呢，是识不是根，那它就不是心识所依止了。怎么可以叫这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难了哈？那下面这个回答呢，就是也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是呢，不应该叫内。那所谓诵句的内是二眼等，就是六识跟六根啊，又如何解释通呢？要知道一根的字体是六识，我们如果这一张表哈，六我们的六识的。落谢过去是一根嘛，他意思说这个一根的字体就是六识，他从六识落谢以后才有这个一根，所以他的体呢还是六识。于呢一根位六识无缺，这个一根位六识没有缺的话呢，因而六识就叫，因为这个六识都不能有缺，一根才会出现嘛，所以因而六识就叫内。同时呢，六识即使还没有达到一根位，还没有落谢过去，它也没有超出一根的范围，因为只要落谢的过去的下一个刹那，它就成为一根了。好，它也没有跳出一根的范围，所以呢还是一，还是叫内这样子。好，那因为要进入这个应该很简单哦，就是我们刚刚前一个诵句的图表，十八界里面呢，因为到现在还在一门分析的是十八界，十八界也就是整个我们法界的体啦。好，好，刚刚忘了还有一个同学还没进来。好，那不过镜头以前的同学再麻烦注意一下哈，如果你要进教室，这边哈，这边的不会有问题，请你。可能要低着头进来，或者是从后面，麻烦从后面绕一下，哦，不要在镜头前面出现就好了。好，那我们的六识呢，跟六根都是内门，外境啊，外的六境呢是外门，好，就这样这么简单，刚刚这个诵句。然后下一个呢，法同分，好，先解释第一个法同分，余二是其他的就是呢，这里的法呢是指法界，法界是同分，其他的都是呢同分跟比同分两个都有。好，它这里呢有两个名词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的伴诵就是说前面这个部分法同分余二，他在讨论是同分跟比同分的问题。好，我想投影幕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圆辉法师这个他写的比较呢精简，因为他是唐朝的语言哈。那上半句这个十八界的同分比同分，他是讨论呢十八界作用的互相关联。我们的十八界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嘛哈，所以呢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十八戒里面呢，我们的六根是生理，六尘是物理，心理就会有事才有办法呢根对尘的时候。但是这个根里面，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圣意根，好，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然后浮尘根是外在我们看得到这个眼、耳、鼻、舌、身。那这个神经系统配合你这个器官呢，它因为有事的作用呢，这个色法呢，因为事好去缘取它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心好去透过净色根、圣意根，然后还有浮尘根的帮忙，还有外在这个色法的缘，然后呢，这个外在色法缘就是一个呢六尘的物理现象，那我们的事呢，它就会产生作用了。好，这个应该是在这边哈。那十八戒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佛教所讨论的就是宇宙万法都不离不开六根、六尘、六识里面，那这个变成了我们的落泄过去的时候的一根呢，它就会是从六识落泄过去的，它是眼耳鼻舌身识作用落泄过去的七识，它就会产生执着啊。这个时候的执着呢，它还会以第八，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识也会种进去一些种子嘛，这时候呢，它会执着第七八识的见分为自我，所以第七识呢是整个含瓜在，除了落泄过去以后，他把第八识的这个见分呢也执着为自我。好，这样大概呢是先了解这样子哈。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刚刚呢看到这颂句里面讲到是根尘识之间的相互的联系性，所以宇宙界的万有的诸法十八界都摄尽了，而这十八界的所有为根净识三个包括在里面，所以呢根净识的相互关系就是明白十八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了。好，所以呢十八界之间呢很多的讨论就是在根净识这个互相的作用。好，所以法同分呢他所要讨论的是我的眼根对这个摄尽的时候，这个眼识呢它产生跟没有产生的时候呢，这里的同分呢是我同一个时间啊发动产生了一个同样的活动，然后发挥同一个作用，启动同一个活动，然后发挥同一个作用，产生同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同里面呢就有三种，如果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它就叫比同分了。所以这同分是同类，就是我们的五内呢，前面这个颂句的内是十二嘛，不过它这里的五内是眼耳鼻舌身，好，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色界，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比方呢眼根去取这个色境，然后眼识就起来了解这个色的境界，识要进来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眼识就是眼根的自己的这个识的作用，眼根取色正在起眼识，然后眼根去看这个色境，眼识去分别。所以呢这里呢会出现一个呢文字呢，这个文字我看有在这边出现吗与彼自是等境界故。这个好像是在我们眼培法师这边的出现。好，等一下，因为他这个文句呢是出现在这个应该从大毗婆沙论里面出来哈，但在眼培法师这边好像有把这个引用出来，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时候再说好了，先知道说他跟他的自识自己呢，我们的眼根的眼识要出来是跟眼根的这个他
跟事之间的作用，自己是好去取这个摄境的时候产生的眼识，所以以彼自是等境界。所以眼根只能跟产生眼识的作用，耳根只能产生耳识的作用，这里的自是是多只能产生听的作用，眼睛只能看的作用，不可能眼睛产生听，耳朵产生看，所以是自是即自己呢，是一个眼根呢的功能的识的识别作用。所以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在升起自是的时候呢，因为与自己识的境界是同一个境界，就是呢我们刚刚讲同一个时间然后启动同一个活动，然后发挥同一个作用，产生同一个结果。好，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自视的境界呢，就是有看到了。好，我们看到投影幕。那我等一下如果把投影幕关掉，你的这个自视的就看不到，你的眼根还是好的，还是可以看。只是呢，这个境界呢，它就没有产生出来，就看不到的时候呢，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没有看到的结果的时候呢，它就要比同分。好，比同分呢，佛法里面这个名词呢也是很特别，是比智是空。你要看到刚刚比智是是有这个比智是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呢，它要去缘起摄境的时候，因为摄境没有，它没有办法跟它产生作用。然后但是呢它还是呢眼根智类等故，但是它还是眼根，还是有眼根的这个功能存在，视野是有，但是那个摄境没有的时候，比方我眼睛看，眼视在了解，好，在了解这个东西，这时候呢叫同分。当我眼睛不看，这时候呢眼视也不起的就是说有眼根啊，只是呢你的眼根呢还是前面这个眼睛的这眼镜色都一样，智类相等，都是一样的眼根。然后但是呢因为你没有看，这里没看是一种是没有摄境，一种是你没有去看它，这个眼视呢没有同境界的时候就要比同分。好，这两个呢稍微要清楚一下它的分别。换一句话说这个地方呢它也叫非同分，就是这个比是它就不是跟前面的同分相同了，因为它的事呢的作用的结果没有产生出来，虽然不是上面的同分，它没有与比同，没有跟它呢相同的结果出来，可是呢它还是自己这一类，还是我们的眼睛，只是呢它没有去产生作用而已，还是有同分。所以呢叫做这里的同分，是因为呢它是同样的眼根，同一个时间，但是呢作用没有出来，没有结果的时候叫做了比同分。好，所以同有共同的意思，分是作用，就是说有关的这个眼耳鼻眼泪耳眼睛的这个自是耳朵的这个自己视的作用，在同一个时间，刚刚讲采取同一个行动，发挥同一个作用，产生同一个结果的时候是同分，都是有相同的时间，同一个行动，同一个作用，同一个结果。那如眼根正在取色的时候，色为眼根所取，而眼视又正在了别色境，所以根净视这三个呢，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各自呢同有一分的相互交涉。好，这时候的分呢，它就是一个作用，是因为交涉产生出来，发展同一分的作用，共同有产生处的这个结果了，叫做同分。但是当此三个共同区假设现在是粉笔或黑板好了，其他的眼未观察到这个形色，有可能你这时候在看书，不是看粉黑板，那你没有办法了别这个黑板上写的文字的时候呢，它是的时候呢，虽然眼根有，但是它不在上面作用，是非同分，跟其他的同分的种类呢是相同，它一样是眼根，只是呢它没有作用，叫比同分，因为它们的作用
没有发生关系，它的根茎是在这个当下没有产生作用，叫它比同分。好，大概呢有这样的观念。好，那我们先来这样看一下圆辉法师的颂书里面115页，好，前面的大概这样就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好，那法同分呢，就是法界，这个法界中呢，就是只有一个法界是同分的。为什么？因为呢，你的眼根有时候是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鼻根闻不到，舌根尝不到，身根触不到，但是你的意识是无所不能的，有为无为，时间空间没有阻隔。就是刚刚呢，你在静坐的时候有没有打妄念？在这里的时间跟空间，你可以想到其他地方的事情了。所以呢，只有这个法界中，就是呢同分的。你现在想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心里了。唯有同分。那因为法界是法尘，法尘是综合了前面这几个而来的哈。法尘怎么来的？法尘是色声香味触，最后这个法是综合前面的。好，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然后法尘，法尘是综合前面而产生出来的。好，所以呢，为什么它又叫六尘？是因为有六根入身来染污我们。通常呢，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进来的是清净还是染污的。那我们就跟对尘或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吸收进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凡夫就会去攀岩这些呢，这些境其实是虚幻，为什么是因缘和合的？然后我们的把这个虚幻的认为是真的。好，那我们的六识呢，抓取进来七识加以执着分别，所以也叫六贼，就是因为它会结我们的功德法财。功德法财是我们本来有清净的真如本性，就是变它染污了。所以这边的法中呢，唯法界中呢，唯有同分，就是法尘呢，它呢就是当下呢，你想什么，好，然后呢，它就会同一个时间，然后发动了同一个活动，产生同一个作用，得到同一个结果。好，所以那个它这里的法界呢是同分的。没有比同分，因为呢，这个时候你是意识去缘取嘛，法尘是由意识去缘取法尘的，这个是由意识去缘取的。最后这个法尘是来自于前面综合前面产生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意识是缘什么，它就缘什么了。但是如果现在我的静坐的时候，我有一个所缘目标，一直在数息，在念佛，那这个法尘呢，它没有被我缘取到的时候，我当下呢心就不生起这些呢跟法尘相应的时候，我不生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当下如果没有的时候就没有，没有生的时候就没有。所以只有法界是同分，他没有比同分，他不会像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这个问题。然后泛论了六境是同分，六境就是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境嘛，哈，明同分呢，广泛来讲是跟前面几个是跟能源的，好，能源是我们的识嘛，能源是识，对不对？在115页的倒数第四行，以能源的识定为所缘，能源的识有，然后决定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你的所缘定为所缘来决定。你这时候专注在看在听，好，在尝的时候，好，决定了。所以定有两个意思，如色等五境，好，色等五境在这里，色声香味触前面五个。与是呢定为所缘，这个是呢决定这个所缘了，我现在要看，我现在在听，我现在在闻，好的时候呢，就要决定的时候呢，五识明定，好，缘境不杂。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专心在看，专心在听，
好，矜持无尽名，得名为定，所以呢，位于五事呢，定为所缘。好，那他就决定他的所缘了。然后五事呢，就缘这个时，在同一时间啊，发动同一个作用啊，发动同一个活动，产生同一个作用，得到同一个结果。这五事缘的时呢，这样有同时有。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出结果，就要同分了。好，虽被意识缘，好，但是呢，你要强调的是呢，我们的意识它就不一样了。就是讲的意识第六，虽被意识去缘，它不定哦，因为我可以想东想西啊，我可以一下想到美国，我可以想台湾，也可以想英国，也可以想韩国，非定了。因为它就不是在限定在当下这个根跟境之间的问题了，它意识就广大了，所以呢，它非同分。好，第二呢，法境明定，体即是定。好，那这个法境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法尘哈，然后呢，体就是定了。好，如果呢，这个时候意识源于法尘呢？是确定的时候，就是决定，就是这个好。所以定呢，被意识缘的时候，所以呢，妄意识叫做同分。好，如果你现在是在这个念佛，好，或是呢，在这个拜佛的时候啊，然后呢，你就确定在这里就不会再改变。那如果这源于这个尘。那有时候呢，你就会呢，有时候会打妄念的时候，就是不定了。好，所以定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就要同分。好，无一法界呢，论说无一法界呢，不于其中，以身正身当身无边的意思。好，就是在这个法界里面的法尘呢，在这当中我们的意思。以生起来正，以生是过去了，现在当下正在生，或未来生起无边意识，这个就叫法界了。啊，恒明同分，然后呢，下面你会看到无边意识是无我，所以我们的坐观是从第六意识，对，好，我们很多佛法要坐观的部分，这个时候呢，假设我要观无我，好，因为即摄论后面在修。定品跟制品也很多修观，那刮胡这里116页，无边意识是无我观缘境无边故，无边意识观无边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这个时候呢，它观无边意识是无我观缘境也无边，你所观的境也是无边，然后呢以。正当生，过去已生，现在正生，未来当生。好，那这个地方呢，就稍微请看一下我们的投影幕一下。观无我的时候呢，这个法是无我嘛？好，这个法界就变成是无我了，对不对？那个法也是无我，因为这里讲到呢，无边意识都是无我的，所以呢，这个法那个法都是无我，所有的法都无我。好，但是要除开呢，不能观缘的法是哪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能去观的时候，这个能观的它本身呢要被除开，因为它不能被观，它本身呢要除开呢，不能观的缘的法是呢，这个能观要观的智的智体，好，你要有一个呢观的这个智体嘛。好，这时候还是透过第六意识的修行，跟它相应的，具有法是心跟心所，这些呢都不能被观，都不能被缘，然后他自己不能缘自己嘛。好，可是呢，这里呢要有一个地方呢注意一下，是说第二念却可以缘他。当我这一个刚刚观的这个。第六意识落泄过去以后，它会变成一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落泄过去的那一个呢，它就又可以被观了。但是第二念呢，
等于说他落泄过去的时候，他就可以被另外一个落泄的，我们也可以去观他。好，第二个念头可以圆前面的能观这个心，因为能观的心已经落泄过去了。好，等于说前面那个落泄过去成为前面的念头，有一个第二个念头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念头它能观的范围有多广啊，前面的落泄的那一个第一个念头它也可以去圆，也可以观。所以说一切法都可以被意识所圆，是本身自己现在的这个能观除外，以它其他的都是它所圆的。所以无边意识就是能圆无边境的意识，这个意识可以圆所有的境，无边的境，包括你落泄过去的一根这些境呢，或者是正在圆，好，或者正在圆是当下已经圆过了，已经过去了哈，都是同分。好，那当来的呢就是未来，未来呢将来要升起的意识呢也可以圆它，没有一个法界不是它所圆，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的时间不被限制，空间也不被限制，所以时间的以正当生呢，对第六意识也没有限制，空间也没有限制，好，它都可以观我无边的境的意思。所以说，所有法界无边的法界都是同分，因为它可以被观。也可以是能观，能被意识所观的。好，就这样。好，下一个16页的余二，剩下呢？剩下是哪一些呢？如果是这一张图，看一下哈。法界以外的部分呢，其他的是法界，就是法住这个。好，其他有17就是我们的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还有呢色声香味触，还有后面的60界，这样子。其他的17界呢都是有同分跟比同分。所以呢第二句做不做字也是要说明为什么有同分跟比同分，是因为来自于呢它是不是当下呢有这个在这个作用。好，那因为其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他们就被时间空间所限嘛，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意识那么的广大了。好，看一下好，至于呢先看一下头目哈。前面这一句就讲说只有法界是同分的，因为法界范围宽广，无时无刻不为意识所缘，而意识亦无时不缘法尘境界。所以法我们的佛教的修观就是靠第六意识去修。好，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至于一根呢，更是时时刻刻，一根是我们的意识落泄过去的，它也会再引出下一个意识的作用。好，所以呢这些都包括在法同分里面哦。那剩下的余二的部分呢是指其余的17界就是通于同分跟比同分。好，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像眼根呢见色的时候，正在呢业呢是作用嘛哈，正自己呢跟这个眼识呢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叫同分，不见色不做智业的时候叫比同分。那其眼根是这样子，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好，他们也是有这作用是存在的。好，那做不做智业，这是解释同分跟比同分的意思。业是业用，
跟近视三个各有它不同的业用，跟有发生认识的作用的时候叫做制作业啊，制作业啊，做制业哈、啊，然后呢，不做制业，做制业跟不做制业，如不见色眼啊，名非同分，同是见色的眼叫同分。好，由于呢，非同分是不见色眼，好，与其他的。看到色法的眼是相同的，种类相同，叫做比同分。与其他，好，那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去一个餐厅，然后我刚进去的时候，我是先听到音乐，这时候我的耳根在作用了。好，因为我这时候我的耳根跟意识同时在听音乐，然后等一下我点完菜的时候，我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舌识开始在。启动的时候我在吃东西，我的意识就是这时候在吃东西，专注在舌识，这个时候耳识它就没有作用了。好，所以呢这时候它有一些呢是在作用，有一些在不在作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同分跟比同分了，是这样子。好，好，这边再举一次例子啊，好，就是眼根于有见色，眼睛看到这个色呢，你现在当下正在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坐字业。那因为有部呢，它是三四十有，所以不管你是过去、现在、未来，好，只要呢它曾经有作用的时候呢，它就叫做假设你是眼根，就同分眼。就是起作用，起自己的作用，好，自己有作用的时候看到自己相对这个镜。好，然后耳鼻舌身意也一样，跟眼睛一样起自己的作用，叫同分。好，那特别看一下红字好了。红字的地方呢，起作用的同分，它种类虽然是相同，种类是相同，就是一样是眼根的，但是你现在有看到东西的时候是有作字业，没有看到是不作字业。好，跟没有看到东西的眼是相同的，都是种类是相同的，只是一个有作用一个没有作用的时候呢，它叫比同分，它们互为同是一个类型的眼界，但是各自的引起作用，从这方面种类相同，但是作用产生出来不一样，叫比同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16页这里好了。好，116页，在第二行这里开始，于二，于十七界有同分及比同分，若做自业叫同分，不做自业叫比同分。做自业的时候呢，业就有业用，就是这个眼根对色尘产生眼识这个功能的就启动了。在116页第三行，业为业用哈，如六根对尘的时候，六识呢它就有取境了，约能取境，所以呢它叫自业用。好，那若不能取境，叫不做自业，所以色等五境呢，约为境叫作自业，不为境名不作自业。所以此中的眼根呢，于有见色，有看到色，我看到色法已经看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看，未来又会再看，叫同分眼。就是这个眼呢，当下都有跟这个尘境呢产生作用。如是广泛来讲，乃至耳鼻舌身乃至意根都各于自业境。好，因说呢自业用。好，那比同分眼呢，比同分眼但有四种。好，比同分眼是没有看到的，对，也有四种，就是你已灭了，
因为那个净呢已经灭掉了，所以你没看到，或是正在灭。好，正在灭是代表你可能呢，这个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当灭就是未来那个没有看到，未来也灭了。好，或者不生，就是我们前面呢一开始课程叫圆缺不生，没有这个因缘，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总共有四种情况。好，比同分眼的时候有可能是已灭了，正在灭，正在灭你也看不到，当来未来也灭了，即不生法，就是圆缺不生，如眼有视。好，眼呢比分一比同分眼有四，那耳鼻舌身呢是不是也都一样有四个？好，它乃至呢跟我们诵心经一样，好，眼耳鼻舌身意，眼乃至无，就是呢后面的耳鼻舌身呢就没有写出来，亦有四种，一样是有比同分眼、比同分耳、比同分身，都一样有四种状况。准眼因之一，眼睛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了解，其他的也可以了解。意呢比同分，那我们的意就是我们的意识，这里讲到的是意识哦。意识呢的比同分呢，就是它呢没有作用的时候是什么样，唯有一种就是不生，就是没有生。所以当你不动念的时候呢，它就不会生了。好，意识是，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没有动妄念的时候，它就不生了。意必同，意生必同分。但是你念头一起来，就一定是同分了，它就同步一直在那边想这件事情。好，所以如果你的六识呢，都一直在念佛、念法、念身，好，观佛像啦、啊，然后心呢，六识所相应都是这样，你就是同分了。好，当你不动的时候，它就不生了。故为不生，好，意必同分。那当呢，故为不生呢的时候呢，就叫彼同分了，这样子。所以意呢最简单，它就是只有同分跟彼同分，它不会像前面有已灭、正灭、当灭、不生。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下面他接着讲说，色哈，这边开始这样，前面呢比同分眼这个地方，前面这一段呢是在讲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那现在色界这里讲的是呢，色境、身境、相境、味境，就是呢外面的层。好，色界为眼以好以起来正起来。当见以见正见当见叫同分色。好，这个当下这个境界呢的时候，你已有已经发生了，你眼睛也跟它作用了，叫同分色。好，那比同分色呢也有四种，就是前面讲的以灭正灭当灭不生。所以呢你的眼睛呢这个时候呢跟外在的色境啊没有看到是呢这个已灭了、正灭了、当灭了、不生了。好，所以呢这边呢如色既然如此处境，到处呢也一样，因之亦然。那所以你现在会了解到呢，刚刚呢把这个色界里面分呢同分色跟比同分色。好，那同分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下你跟这个境呢有作用的时候叫同分色，是眼根哦，眼根所对的是叫同分色，耳根所对的叫同分身，然后呢身根所对的叫同分处，那如果不作用叫比同分处，这样子。好，所以这头脑要稍微清楚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同分就有三，同分有三个，就是说已见、正见、当见。好，当下你看到，过去也看到，未来也看到，同分的时候，但是比同分多一个不生，圆缺不生。比同分就是没有看到嘛，的没有作用，是已灭、正灭、当灭，还有一个不生，所以比同分有四个，同分有三个，这样子。好，那接着呢，刚刚讲了
色界为眼以正当见，这里一直到我刚刚这个比同分是这里呢，是在讲净，然后前面那个比同分眼是在讲根。好，要不要请同学再画一下，区分一下好了。16页的第五行这里，比同分眼这边呢，一直到这边下面句点以下，比同分眼一直到呢，我们算过来的七行这里，比同分有一个比同分句点，亦比同分，故为不生比同分。这边呢是他在讲这个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然后再来他要讲净的时候，从色界为眼以正，等于说根跟净呢都是一个三一个四，同分的时候三，比同色界为眼以正当见，这里一直到呢我们前后面算了应该是从后面算过来哈。第七行比同分是这里，这两个根跟净都是同分三比同分是，但是下面的四不一样了。眼等六四，这里四开始呢，意思就不一样了。眼等六四，同分有三，以正当，因为要产生眼视，也要你的视有升起来，正在升当升。故比同分，但是呢比同分只有一个。好，当下你是不看它就不作用了，比同分只有一个，就是不为不生，你不看它就没有，不听就没有，不见不触就没有，如意界所说的。好，意界的话就是我们的意识一根意识的意识，如意界意识的意识意识当下没有去想它就没有，所以它这边跟前面不一样，它的比同分只有一个，它的同分是三个意。好，在意识的识这边呢，同分是有以身正身当身，可是它的比同分只有一个。好，那下面就问说，何故名同分跟比同分，为什么有分两个呢？下面有三个解释，说第一个解释是根净是三个更相交涉的时候叫做分，分的话我们前面解释是作用。好，等于说根净是三个有互相交涉到的时候它就作用，同是有交涉的分。好，同就是有交涉到作用的时候，好，叫同分。第二个解释是又去解释分的话，是以已经作用的叫做自业，名已作业。同有作业的这个部分叫做同分。好，第三个呢或又解释这个分是当呢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所生处。好，三缘和合，三合生处，根净是就是处的当下根对成的，然后呢是这三个呢是在处的当下产生的结果，所生处根净是在刹那之间就产生出呢，你的眼视就分别了，是因为在处的结果产生根净是的作用，三合合生处，然后同有生处。因为呢同样会产生有处的这个功能，它才会有交涉作用嘛，所以呢才有叫做同分跟比同分，这样子就是有交涉作用就有处的结果，接触的这个结果出来了。好，那下面咯我们它的论约呢，由非同分与比同分种类分，其实种类呢是相同的，所以呢叫做比同分。那这一个论这样解，论这样讲，那这个解释圆辉法师的解释，解说如果呢不见色眼，好，色眼的意思说你的眼根啊，
好，这个时候呢，没有跟净呢接触的时候，叫非同分，使非同分啊与彼见色的这个净呢，要去看这个色净的这个眼睛呢是相同的，种类分同，所以叫彼同分，只是它没有跟这个净交色，眼种类分同，种类是相同的，同样是眼镜色。同样是眼镜色，等流果嘛，你有前面的是眼镜色作用，后面还是眼镜色，只是这个时候眼镜色它没有作用了，那互相引起，只是呢互相有没有引起作用，好，互相有引起，所以又相系数才叫做同分，这样子。所以看到东西跟没看到东西是眼用，同样是我们的眼界的眼镜色，只是呢它有没有引起作用而已。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投影幕哈。所以彼同分眼呢，没有做置业的时候呢，它有四种，就是它没有看到色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色已经灭了，正在灭，当灭，还有不生。好，正在灭的时候，举一个例子，现在正在灭，就是它已经灭去，你来不及看到，好。然后当灭是未来灭掉，因为呢他没有取镜看东西，灭了他就不能再看到了，因为他已经，他假设这个车子跑过去了，那你要看也看不到，好，不生法缘皆不生，好，所以前面的过去灭是因为呢有可能你在睡觉修定的时候你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这四类叫彼同分眼，彼同分眼就有四个情况，是已灭、正灭、当灭还不生，所以它有同彼同分有四个。好，在我们116页的2467行，这里同分三，彼同分四。好，因为它没有起作用。跑出来是上一张。那大概可以对同分或不同彼同分呢稍微有一点观念了解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演培法师那一本哈。下一个这边呢，它这个图呢是我们这边有画吗？没有哈。演培法师这一本，这个图十八界里面法界是同分，然后余二，余就十七界呢就是两种。好，这是伴诵，就是法同分余二，这一张图是讲法同分余二，但是他也把下面画进来了，做不做置业哈。那余二呢，其他两个呢，其他的十七界呢都两个都有同分跟比同分，不过他的同分跟比同分是因为呢做不做置业，好，各自有作业的时候是同分，不做置业的时候就要比同分，好，大概简单的图这样子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做置业是六根起净的时候产生六识的活动，好，叫同分。那我们看一下演培法师这一本，还有一点内容可以看一下哦。在我们203页的地方呢，应该它的文字就比较简单，从因为那个古文的关系，它又剪得很简洁，而且佛教又有特殊的名相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把它变白话。203页倒数第五行。好，203页倒数第五行有一个同是共同的意思，分是作用，那有关几类在同一个时间才同一个行动，发挥同一个作用，产生同一个结果，是同分。所以眼根正在取色，色正为眼根所取，而眼识又这个时候在了别这个色境，所以根境是这三个在同一个时间做，各自做同有一分，互相交涉，发挥同一分的作用，共同产生。所以我们刚刚有三个解释，圆辉法师这边有一解、二解、三解，对于同分跟比同分，他这个是第三个解，他就产生处的果，
三合身处，三合是根茎是，根茎是从处当下去产生，你根对茎的时候是处，好，然后是当下也出来，所以呢它就产生处的果，共同有生出处的果的功能，叫做同分。当此三共同去，好，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哈。那下面呢，它的法义204页的第二行，法义里面讲彼同分是指有用，这个彼呢有用同分，就是有用到同分。这里的有用到同分是指呢，种类上，好，相似的与彼同分。比同分的比是指有用同分，好，然后呢它呢是同样是可见，也是呢在这个处所同样是眼，种类是相似的时候，只是作用上没有产生处的果。好，有用的同分就是它 的这个眼识呢还是会有作用功能，只是当下它的这个果没有出来。那现再来呢，下面这些呢，我想我们前面有一个呢常行论的常行204页的第六行，论的常行由诸圣者决定身心观一切法无皆无我彼除自体，自体就是心王嘛，因为你的心王要去做观，即具有法，还有他的心所。好，就是你这个心起来的时候是一个能观，那所观的是遍所有一切，于一切法都是它的所缘，都能观。好，如是所除意，第二念。好，那这样子还有哪一些呢？如是所除的也还有第二念心的所缘境。好，它呢能够呢除自体跟不能观以外，于一切法，好，如是所除，也有第二念心的所缘境。好，说第二念心的所缘境啊，它也是能够被它缘起。好，所以呢，是在境中呢，不论已生、正生、当生，认识这个境。这个境呢就叫同分，所以法界基于一切时中都能够产生意识的认识作用，当然无一法界呢而非同分。所以杂心论里面讲一界说有分者，这里的是说哪一界是一定有作用，就是法界一向都是有同分。好，非于，好，非像其他有分呢彼同分，非一有分以一切法界呢意识的境界。好，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有都是同分了，非与同分，其他的就不是了。所以前面他所除的，除了能观那所余的一切法都是他所缘。那他的所缘呢，包括第二念啊，意除意第二念心的所缘境。所以呢，第二念心他呢也能够缘起前面的这个境啊，前面的那个部分他也能够缘起。看，我们先看到这里，在最后有一个208页的地方，简单的说哈，206不好意思，206页的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246第六行，根茎是三个呢，各自含有因果的关联。如果能升起认识的根茎呢是因，好，所生的心事是果，
那三者有着因果交涉的作用的时候叫同分，反之就比同分，这样子比较快一点哈。没有，没有作用的时候就叫比同分了。206页的最后呢，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